大家好，欢迎收看 Techlo， 我是 Tommy。 那 Tommy 手上呢是华硕的第一台机械式键盘，那知道他们之前评测几好多个机械式键盘，然后这是华硕的第一个。那他这次使用的是茶轴，其他四个轴的将来都会有。那这是 80% 的键盘，是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看他们的 Numberpad 的键盘，它是没有写在上面，那是因为它在这展场上还没有展示出来。那我刚在使用的时候，我发现一个问题，说它比较厚。可是我们刚刚跟华硕的工作专方专呢，应该说专人就聊过一下，他们也聊过说，他们将会做得更薄，灯光会发光。它在手感上呢，跟它的灯光上，其他都元素跟我们看过的那个 Logitech 啊、Razer 的那种，应该说那种感觉是一模一样，基本上没有大差的。只是现在我们有机会可以拿到个完整版来评测一下。好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